戴安娜王妃罕见旧照，图一与查尔斯的结婚照，图五令人心疼不已。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的婚纱照。戴安娜王妃全名是戴安娜·弗兰西斯·斯宾塞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的第一任妻子，婚后生下两位王子，即威廉王子与哈里王子。他的一生极具传奇色彩。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甜蜜照。戴安娜王妃一家四口的合影。查尔斯王子给了戴安娜王妃一个童话故事，戴安娜也完全憧憬着自己美好的婚后生活。殊不知她以后的婚姻生活也像她的婚礼一样，拥有的只有无尽的华丽璀璨，却没有实用的内在。戴安娜王妃落寞的时刻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戴安娜王妃与查尔斯王子存在潜在的婚姻危机。而据王室秘闻的纪录片戴安娜，她的自述让世人恍然发现，原来美好的童话变成了残酷的笑话。戴安娜王妃独自一人来到了泰姬陵，在这象征永恒忠贞爱情的建筑物下拍下了一张老照片。照片曝光后引起很大轰动，而查尔斯王子则公开指责戴安娜王妃，说她博取大众的同情，令人心疼不已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